我是佩岑，欢迎收看《小宝贝大世界》。我有一个同学，他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哦。他在上课时间喜欢咬铅笔，老师说不可以，他还是改不过来。你们知道为什么不能咬铅笔吗？铅笔的笔芯主要是石墨和粘结剂，对身体无害。但是品质不好的铅笔，如果含有铅这种重金属的话，你咬了笔芯，把铅也吃进肚子里，这对身体是有害的。还有，铅笔经常用来写字画画，难免会沾有细菌或者是脏东西，这个时候你又把它吃到嘴巴里，这样是会肚子痛的哦。咬铅笔是很不雅观又不卫生的事情，小朋友要改掉这个坏习惯哦。哦，我懂了，原来是这样吧，你们都懂了吗？小宝贝大世界，下次再见。